要当你的弟弟。我才不是弟弟呢。你年纪本来就比我小，那我也不要当你弟。我要当的不是你弟。儿子吧。习惯了，没关系。所以我是若隐若现，他才会问我这些表。我在想，看有没有错错。我一直都是一个人，好不容易有了个弟弟。我不要让你弟弟，不要再说我是你弟弟。好啊，我知道了。下午去哪里？七楼看风景。那个他买一户了，你真的？还在挑家具。他去哪里送你什么新家具吗？他把他的东西都送给我。告白发生什么事你会很尴尬？一，突然下大雨；第二，放屁；第三，踩到狗屎。最怕啊，踩到狗。放屁。放屁吧！如果你不想要接受对方他放屁的话，就刚好就哎什么听不到，飘走。对。Action。好，宝哥家。有没有人啊？都是八枪哎。我送你过去。好，那我出发了。不要过，没有，我给你一点小提示。哎，他就是没大，他那有抽很大。对，我手很大。好，他。后来他配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有时候是约，有时候就在平常。平常呢，它也可以是盲人跑圈。哎呦！你看，来，来，快点！哦，笑不不笑，认真吗？有没有？认真许个愿。我当然是没有，就是他可以善用身边的所有资源，然后去让他的心情还有整个生活达到一个高潮迭起。片单太多，他的看片量太大，不习惯。哎，里面刚爆成这样，我一直在抖哎，我没有走进去过哎，有设那个什么结界日，我就想说哎，成全他跟马克在一起也 OK 啦。不要这样子。没有，其实我内心 OS 是我想拿包夹他。尴尬。你手就踹，你手还可以从底到里面。炸弹炮！为什么我觉得我看到你是胖？他是胖了？没有，我觉得可能是被我的钉子肿起来。不是，我刚刚说让胸多一点。对不起，是我。我们先拍拖拖拖拖什么？加油！拖什么？最近好健身的。最近毫无健身。把这剪进去就好。我跟你讲，坐在这个椅子有种奇怪的魔力，就是会很加速的。认真来帮我洗。很喜欢我的衣服。开心，再帮你多洗一个小时。我也不要。对，还是把它剪掉。没关系。没有，是他可能他会怕他找不到更好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想要就停在这边，不好吗？不好吗？不是，是不是还帮你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俩真的很合，因为我刚。
回答跟你回答一模一样。真的，乔安娜已经不需要他了。他是不是那一次表现的不夸张，让乔安娜太自重了？当然是没有啦，怎么会表现得不好？表现挺好的啊，就太好了，最美好的就留在那一次就好了。你没有偷听我的吧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。好了啦，唯平跟郑伟达 OK， 直接换角色，因为我要给你台阶下，好吗？你以为哦，不然我说实话还得了啊？那一天他在车子里，车子里面就我们两个人，然后两个人还要让车子动，然后他就是啊，这要干嘛？不是，因为拍到我啊，然后动一动，他说：“哎，帮个忙好不好？”对呀，请求我支援。真是哎，好像没他的事一样。不是，我真的要给他表现机会啊！真的啦。好好，谢谢你们，那种劳力工作都交给我。不然你肌肉练假的。嗯，那是。好多蚊子哦，这里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不是，它是蚊子。那蚊子不会叮人了，不用怕了，只是很讨厌。确定。去喝牛肉汤。对，答应我牛肉汤，牛肉汤。我跟你讲，答应那么多次，看哥答应我看电影，就给我看电影。女人的话不要信，漂亮姐姐的话不要信。那就这样哦，拜拜。乐福拜拜。哦，我是跟你拜拜。对。好，真的，我从来没有忘记是你让我重新看到这个世界。我看不到，眼睛超痛，然后就把隐形镜拔掉，我怕我的眼睛瞎掉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想要去动手术，要把我的眼睛变成我画图写的脸。他一转身我就这样，对，我站着睡着，因为就大，因为我什么看不到啊。好，听了，都听了。恭喜佳琪，你很开心吧？没事，你很努力。谢谢你的。进来一名。我就说在那个花絮里赶快讲，那个沙欣强有点水肿，我真的对不起大家，请大家不要关注我比较肿这件事情，原谅。我现在脸看起来很肿吗？我早上跟一只猪一样。跟徐宇分手之后，最有可能会跟谁在一起？永泰跟欧文。永泰。永泰跟马克，还是永泰啊？你先说进来哦。对不起，我突然跳到今天。永泰跟李福泰，我觉得庆南会选永福，但是今天会选永泰。永泰跟盛音，永泰哦。永泰跟严飞，永泰啊。严飞要杀我？没有啦，我们在前几世已经有乱过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已经转世了。原来我喜欢的都是严飞喜欢的。大家都想要永泰啊。我是小魔王啊，你是大魔王。这样子哈，哦，魔王的交接啦，啊，交给我来。他说我们讲威胁性，他要去找永泰。这样子吗？我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我也害羞。没有，刚才是这样，刚分手的时候，我就两个就很悲伤嘛，我就摸你的那边看。我想说，彦勋少来哦，分手了，走过去，走远了。我们是把道具照当做亲密照在拍摄，你才会这样以为。奇怪，气死人，一直讲。都是我乱叫。Shut up。Shut up。再一句话，我开枪。小朋友，不要模仿。大家要记得收看《恋爱是科学》哦。我们有机会再见。